欢迎翻到嚟耀财财经台嘅直播环节，咁今日最后一节嘅问答环节啦，争取时间打电话嚟问题问股票问题，咁啊热线电话系2046566，电邮地址 ask@bschannel.com。咁最近电话提问都比较多啲啊，未必答得晒大家嘅电邮啊，又或者系电话噶，咁请体谅啦。咁先介绍啦，今日嘅嘉宾咁就系我哋嘅高级分析员黄伟豪，同大家解答股票疑难噶。Ravi 你好，系你好。事不宜迟啦，电话比较多啲，听听第一位嘉宾观众，电话旁边有刘小姐，你好。系你好，系你好，系请问，我想问一下咧，493咧咩价位可以入咧？本身未有货想买嘅，国美电器见到啦，之前嚟讲都冲高咗唔少噶啦，今日嚟讲回得比较明显啊，回咗12%左右，现时嚟讲做紧2.19喎。咁啊，嘉玲观众想买，咁但系始终都系高位啊，之前咧都唔少利口都未补喎，咁啊呢个时候好唔好追咧？吓 ，Ravi。如果以翻你話國美嚟計咧，其實就早幾日就升得好誇張啦。咁啊，完全嘴就真係嗰個一嚟啦。哎呀，即係內地港股通方面啦，國美係其中一隻港股通可以買嘅股份啦。二嚟就不斷講都係一啲叫做熟悉嘅品牌啦，內地方面嚟計，咁自然形成一個追捧性。咁但係升咗咁多嘅時候，特別尋日見過2.51啲高位之後咧，見到今日咧，其實就相對跌得比較叫做明顯啲嘅。兼且今日嗰支嘅陰陽燭咧，其實就啱啱完全食曬喺琴日支陽燭嗰度入邊，咁變相形態嚟計咧，有少少嘅短期見頂轉勢意味。咁所以我相信，如果以翻咁樣睇嘅話咧，假設聽日開翻嚟繼續陰燭落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回調幅度咧可能都唔輕嘅。咁所以變相，如果你真係要買嘅話咧，我唔建議而家位置去買住。反而看看明天怎麼行先，如果明天假設真的叫做陰燭再落的話，那我相信個買入價可以再低一點，去到大概過8至過9的水平，那我覺得起碼去到那些位置才買下去相對會好一點。現階段這個價位來計，我會建議先觀望著，而到時來說如果真的上到車的話，以回2.4樓上做回個目標價，而下面大概穿回過6樓下做回指示位。好，希望都幫到你啦。咁啊，劉小姐，咁啊，轉頭轉聽下一位嘉玲觀眾嘅電話。電話旁邊今次有袁先生，袁生你好。係啊，我係1438。係。係富貴生命本身自己有冇貨 ？IPO 入嘅有37,000股，而家應該點部署？好啊，我見到現時嚟講啦，富貴生命1438噶嘛，做緊咧就係2.49啊，咁暫時嚟計升緊超過2%啊，咁亦都破咗個頂位咧，就係2.66噶。咁啊，應該點樣做部署咧 ？Ravi， 家庭觀眾想問，即係而家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只股份啊？如果以翻只富貴生命嚟計啦，咁啊 IPO 有貨翻嚟，咁當然就3蚊到嘅一個即係水位啦。咁啊而家嚟計咧，其實就雖然呢刻就2.49，咁但係對比翻就嗰個真係IPO 3蚊價嚟計咧，都仲係叫做潛緊水。咁我哋咁樣講啦，預期你都揸咗一段時間嘅時候咧，其實現階段我覺得就可以再等多陣啦。特別個勢頭上講咧，其實就近期相對咧叫做真係好翻少少嘅。特別你見到就真係隨住之前見完大概2.2呢個低位之後。後咧，其實慢慢就有個回升，咁但係當你見到今日咧，曾經升過上去大概2.66嘅，咁啊破埋就之前一直嘅阻力位咧，大概2.55，咁但係係就輕輕破過啦，咁但係似乎破完之後就暫時企唔穩嘅，咁啊壓翻落嚟，咁所以變相2.55呢個位置咧都一定阻力喺度，咁但我相信咁樣講啦，如果以翻個勢頭嚟講都係比較好，或者近期買盤都係比較積極嘅話咧，咁其實嚟緊要破2.55機會性，我相信係有嘅，咁所以假設能夠破到2.55企到上去樓上嘅話咧，咁到時目標價其實可以擺翻上大概2.8多水平。如果你真本身手頭上都30,000股，都有一定的貨量嘅話，我會建議就逢高減一減磅咯。咁啊，當然現階段係咪即時可以翻你3蚊 IPO 價咧？咁講真，覺得未必得嘅。咁但係就如果以翻能夠突破到2.5嘅話，咁我相信以翻2.8咧，其實機會性仲係比較大咯。好，袁先生係咪另外再隻股份想問咧？喂，袁先生，冇貨咩時間可以入？邊只股份咩位可以入？港交所。港交所388噶嘛，見到現時嚟計咧就做緊啦285.6啊，咁啊跌緊咧就係4%，咁雖然話咧個跌幅比較多啦，但係始終都升咗好多噶咯喎，咁啊短期內急升嘅一下，有少少調整啦，咁但係始終都係屬於非常之高嘅位啦，呢個時候好唔好高追咧嚇？
其實如果以翻今日港交所嚟講啦，雖然以翻個價位上就回調翻11蚊、12蚊啦，咁啊幅度都成差唔多4%，咁好似就都幾多。咁但係當你對比翻，譬如琴日嘅升浪嚟睇咧，其實就唔算係啲乜嘢，都係 keep 住一個大漲小回格局。咁我覺得就暫時睇法其實就唔算話太有差住，甚至乎都係嗰句啦，睇翻大家究竟點睇港交所啊，點睇後市。如果大家覺得呢一陣資金市嚟計只係第一波嘅話咧，咁即係意味住嚟緊仲有錢流入嚟嘅話啦，咁面上對港交所咯，相信仲有個推動喺度。但如果以翻現階段，大家覺得可能資金流入都差唔多啦，短期都可能會係即係令到蝕回嘅話咧，咁真係唔排除港交所會係有個明顯嘅調整嘅。咁所以呢一段嘢好睇，大家點樣睇？咁但係當然，如果你問到我自己嚟計咧，咁我點講通？我縱使覺得嚟緊都係資金市，覺得整體睇法唔差都好啦。咁但係如果以翻現階段先入咧，就真係似乎高咗少少嘅。如果俾我自己揀咧，我覺得就寧願係低啲先至買，即係買得到，即係話低啲先買好過就而家買高咗。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就等一等先啦，特別如果你係個股價嚟計，咁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買嘅話啦，起碼如果現階段咧，大概落翻260蚊邊度啦，咁我覺得相對會係比較好少少啦。咁我覺得去翻嗰啲位置先至買落去啦，咁到時會比較舒服啲。咁而到時目標嚟計咧，都係睇翻300蚊樓上噶啦，睇佢再破翻呢個頂位。咁而個即係如果定翻個止蝕位的話咧，咁我覺得擺翻大概220蚊嘅水平啦，穿翻呢個位置咧，考慮止蝕離場先咯。好，希望幫到咧就袁先生咁。除袁先生之外咧，有位礦生啊，咁佢都係有興趣咧，就買只廣交所嘅。不過佢嘅情況咧就係話，依家持有咧就係南方 A50222。咁啊，佢就問啦，好唔好呢個時候去到轉碼？啱啱破頂嘅廣交所，你頭先都講到啦，廣交所啦就比較審慎少少嘅。不如問下，其實南方 A50 好唔好就係放咗去咧？但係嘉玲觀眾就冇講到自己咧，暫時嚟講係賺緊錢啦，定係蝕緊錢？你覺得南方 A50 仲有冇機會再上啊？我相信咁樣講啦，雖然你話冇講到咁入價啦，咁但如果以翻南方 A50 特別個勢頭嚟睇咧，應該都係賺錢喺手噶啦。如果唔係都唔會話考慮想去換其他嘅股份。咁啊，特別以翻呢一陣咧，其實佢本身勢路都幾唔錯嘅。咁你見到慢慢12.5上到而家大概16.2樓上，咁啊勢升得嚟就雖然冇港交所咁急，咁但起碼就叫健康嘅。咁但我會覺得你話好唔好換去只港交所度咧？咁我暫時唔係太建議。反而如果你嚟緊見到港交所真係好似頭先咁講翻啦，能夠落翻260蚊留下到嘅，咁我覺得到時你先至即係將只南方 A50只賺咗佢，然後先至考慮部分錢換落去好啲。咁但我覺得就唔建議真係一換一，即係咁樣講，唔係話你譬如假設，如果唔係話你有10萬。錢嘅 A50 就等於換翻曬10萬錢嘅港交所，我覺得你可以將嚟緊買港交所份量咧就減少啲，即係少過你而家 A50 個份量。因為調翻轉睇，起碼就算嚟緊真係捉錯咗，股價再落嘅話啦，咁起碼意味住你本身呢注 A50 都係叫做有 profit 喺手，咁我覺得有容易去控制啲嘅。咁所以個注碼數我相信係會比較少啲，會好啲咯。咁我覺得暫時嚟計，依刻就持盈保泰嚟緊嘅。如果港交所個股價能夠落翻260蚊留下嘅，先至做翻考慮咯。好，咁啊，解答完電郵方面嘅問題，又轉聽翻電話啦。咁電話旁邊有方小姐啊，你好，你好啊，系你好，主持，系，請講，想問咩股份啊？系，我想問下604啊，604我揸咗幾年啦，我4.06先買噶，而家又跌翻曬落去咯。係啊，4.06啱啱啦，爭兩格啊嘛，就算今日嘅高位咧都未入到你未去到翻你個買入價啊。見到今日高位啦，4.04先啊，現時嚟講又回翻落去啦，就係6%啊，咁啊做緊3.7，嘉玲股仲持貨好耐噶啦。咁啊，現時嚟講應該點做？會唔會趁高呢個時候最近啦？係咪應該先減持啊？如果以翻你話隻深圳控股嚟計咧，其實如果要睇翻4蚊樓上個價位咧，我相信都係2013年嗰啲位置，即可能都揸成2年幾3年嘅時間。咁啊，的確之後就股價不斷浮沉啦，兩個零邊位，咁到近期先至強翻啲，去翻3-4蚊啲價位度。咁但係暫時嚟計啦，以翻今朝早嚟講，特別即係今日嚟計啦，曾經上過404之後咁樣搭翻落嚟咧，的確個形態就唔係話特別靚嘅。兼且以翻今日成交大之餘咧，更加都係集中喺啲沽盤裏邊，咁所以的確唔排除個股價可能嚟緊啦，都有啲嘅即係再整固壓力喺度。咁所以我覺得，預期你真係都守咗咁耐嘅時候，當然唔係叫你而家即刻走。咁但係你可以睇埋聽日個股價點行。如果假設聽日股價係再落嘅，大概如果你有穿翻3.5樓下嘅，咁我覺得你到時就真係，就算你唔想走曬都好啦。咁我覺得減一半先咯，因為起碼彈翻即係如果以翻兩個幾之前嚟計，而家3.5走，咁都叫佢彈翻高好多啊。咁我覺得彈翻咁高嘅時候減緊一半，其實相對就比較好控制啲。咁我覺得剩低嗰半咧就有得佢再睇一睇，睇下有冇機會慢慢今次啦，可以再破翻4蚊樓上。如果今次能夠企得到4蚊樓上嘅話咧，咁反而到時個目標價咧，其實有機會咧試一試翻大概4.2嘅水平咯。
好，方小姐，仲有冇另外只股份想问？唔系啊，我可唔可以再加住咧？嗱，如果以翻你话加住嚟计就唔加啦，因为其实头先讲到啦，之前个价浮咗咁耐两个几，你都冇加，冇理由呢刻上到三啊几四蚊先嚟加。即系如果你而家加嘅话咧，同你九住价钱系差唔多，咁面上唔系话太做到个拉低个买入价嗰个情况。咁所以反而呢刻就我唔建议加住，反而旧嗰啲啊揸住先，睇下嚟紧点样行啦，先做翻最后一步部署咯。好，争取时间问问下，提下方小姐好吗？我想问下嗰个咩啊？1108啦。1108系咪？系啊。刘仁波咧，本身自己有冇货啊？有啊。咩价位？我今朝追到啊。今朝追咗。系啊，7.85啊。嗯哼，咁啊，1108洛阳波咧，现时嚟讲做紧7.61啊，咁稍微跌紧咧超过4%，高位追咧风险就高啲噶啦，咁啊，而家应该点做咧吓？嗱，系啊，其实就今朝追嘅话咧，有啲嘅即系高咗少少啊，特别以翻形态嚟计咧，其实啲嘅就比较核突翻少少，连续都夹埋今日咧三支金足出咗嚟，咁啊，我相信嚟紧股价可能都会系反复一段时间先有机会再向上试，咁所以如果你真系纯粹嘅短线我对佢讲嘅话啦，咁假设嚟紧呢一两日真系如果穿埋7.3楼下嘅话啦，咁我都幾建議啦，減一減磅先好啲，因為呢啲股份其實都知之前升得好急嘅，咁但係完全在於就 H 股因素啦，咁啊變相呢啲股份升得急跌嘅都會好急，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以翻7.3或者你低多少少7.2度，咁我都做翻個止蝕位，穿翻啲位置嘅考慮止蝕離場先會好啲咯。好啊，唔該曬你 ，Rafi。咁啊，節目時間關係啦，唔能夠解答曬大家嘅問題啊。咁啊，先同你做翻申報先啦。咁提及個股份或者指數嘅相關資產 ，Rafi 自己有冇持有？都冇嘅。唔該曬，我哋先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將會係全日總結嘅環節。